都吃饭了没有啊？吃饭谁上这儿来、啊？就奔着这家宴来的啊。对，打算吃什么呀？咱们吃面吧，好吗？好。为什么要吃面呢？哎，你看了这个问的好啊，是吧？多嘴，嗯。这个本身来说，吃面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哎，尤其在天津，天津人是喜寿必须要吃面。吃面呢，讲究配炒菜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是四种不一样的炒菜，就16种炒菜还得带着面。嚯！来，岳云鹏，哎，那你让他们上面吧，好吗？好的，上面条。哎呦，哎呦。那碗最大的是谁的呀？师傅的。那鱼蛋，知道我能吃，知道我能吃。这个不是道具吧？这真能吃是吧？那是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别着急了，我怕坨了。我也是，我看他挑匀了呢啊。面也齐了啊。哎。我们今天有玄机在里边。不一样的菜码，不一样的说法。谁愿意先揭开一个看看呀？我来掀一个。香蕉炖西红柿，这是一个卤，上面有点评。现在相声都成偶像了，膨胀了。你们觉得这句话说谁呀？说谁自个儿举手。说谁自个儿举手。哎，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那弹幕就是我发的，这让人家看见了，这饼太积极了。举手吧，举手吧，来吧，举吧，来举了，他，老秦举手了，是自己举的，是你给他举的，我帮他举的，不是他俩人都举起来，他的意思是，啊行，他俩人都算啊。您觉得呢？可以算流光水滑的哈，秦小傻现在也可以，也算是这个网红艺术家了。对。现在他们俩认了，就是谁认给谁款一勺当打卤，一会儿得吃掉。小谷，小谷，把那勺给我。呵，尊月没来，胜似来了啊。三个西红柿，仨香蕉，兄弟。谢谢哥哥，多荣幸啊！刚才我那么举手都没有我。这玩意儿能好吃吗？岳哥，少来点，岳哥。啊嘞，你够吗？够了，喝。来下一个。月饼炖橘子瓜。这都什么？上节目太多，业务水平明显下降。行，你留着吧，这个。都是您的哥，这可比刚才西红柿炒香蕉要恶心的多了。你没面，只能光吃卤。我不是你这啥、啊，这得有人举手，没有人举手的话，一人一勺。我觉得是我。好、哦，你自己说说吧。节目上的反正算是不少吧，不少吧。那主要是业务水平下降这方面，没有怎么下降，一直就在那待着呢。一个人上节目去了，还是俩人一块去的呀？俩人一块去。那个人的名字叫我。哎，你好极了，来上楼，快！这个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真的，哎呀，太难吃了。怎么还有橘子呀？就少来点儿。还有没有承认的？业务能力一直就很差。怎么你都有你呀、啊？来吧，兄弟。周九良，把你面前那盖儿掀了。哎呦呵，这馅儿好哎，巧克力蒸茄子是吧？整天蹦迪，机场走秀，整得像个 idol 一样。来，谁举手来？哎呀，我老有我呀！你这孩子，你是有多大的饭量？你这是啊？我那后边还你的呢，是不是？整天蹦迪，我想认领，有你是吧？有啊，行，
给大家道歉，给他道歉，给张蹦迪来点啊，点王九龙，王九龙，你承认吧？来吧，我把面扣这里。哎呀，你这样不合适。广告哥，广告哥。哎呦哎呦，小月好，哎呦，看着就香呢。饼，我想吃。我也想让人家在机场拍我一回，没有啊？我记得有人拍你啊，闪开点，拍我肩膀也算。来下一个，凉拌鱼腥草，可以听，但笑不出来。嗯，上面照片是高老师，我都不敢说呀。给我。给你轮石哥端过去，这样就是听的嘛，对不对？栾哥这个太棒了，你这是中药啊？对，我这个治感冒了。我这碗都招苍蝇了。太臭了。还有几碗？最后一碗掀盖。基本功真的不行，也就粉丝捧，还给他吧，得了，给秦霄贤吧，别费这劲了。但是这照片好啊。啊，照片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我吗？我基本功跟我基本功还行。行了，弹幕就直接复制给你就得了。大型打脸现场，我这凳子都折了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说你跟我基本功还行。这笑话吗？这个。你们抄起筷子来拌着面，我跟你们说说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吃这么好吃的面啊。拌一拌，拌一拌。哟，这是给我喝的吗？人也齐了啊，接下来就要开始比赛了。重新的选择搭档，桌对厮杀，每两期末位淘汰，谁吃完了谁先走，谁有优先选择搭档的权利。我也根据你们这个吃的这个表现，我来决定这到底是吃完不吃完，我说了算。有时候栾云平，我怎么看着怎么好，你就算吃完了，现在啊，你也别客气啊，师傅最爱你，师傅最爱你。呵，好吧，我还不太饿，我这人也是。走，跟你大爷上屋里去。好好好好好，就这么简单。